何苦呢，朱雀大人？我大行逆转天下乃人心所向，但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不识好歹？想要搞什么衣带诏呢？滕王下令是要铲除衣带诏上的反衡罪人。魏某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出来，我饶你不死。我跟你说过了，衣带诏不在我这儿。咱们终究还是晚了一步，衣带诏已经被玄武等人拿走了。长垣客栈沿途追杀玄武，夺回衣带诏。是。等等，玄武带着名单出城，暗中必有高手保护。遇到什么情况？ 先不要轻举妄动，明日辰时我便带黑水军赶到，明白了吗？是。小兰、小红醒来啦，接客啦！ 干什么？玩我呢！一大早上，是不是玩我呢？还有呢，柳燕儿，快过来！您看，滚滚！哎呀，爷，这都什么呀？这腿这么短，这前胸贴后背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，能不能对消费者负点责任？有没有靠谱？有，丽丽呀，快过来！ 你干啥来了？我来找你啊！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，你能不能不要胡搅蛮缠了？谢长胜，我到底哪点不好？你就那么讨厌我？哎，现在跟这没关系，关键是我哪点好？你告诉我，我改还不行吗？我不管，你说了要娶我的，我就要跟你在一起。你，哎，别那么冲动！你这样，哎，谁？ 谁在那儿呢？谢长胜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姐，你咋来了呢？你干什么呀？你天天盯着我，能不能让我有点自由空间呀？你还有理了？你到底要不要个脸？谢长胜，要不是别人告诉我，我都不敢相信你大早上给我逛妓院。晚上我也想逛，你不让我来啊？你还顶嘴！哎，姐。 我打不死你！你给我站住！谢长胜，你每天不学无术、乱花钱，你知道爹的病都是让你给气出来的吧？啊！你给我回家！哎，姐，走，我再玩一会儿。哎，等会儿，姐，等会儿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忘在里面了，我得去拿。休想在我面前耍花样！哎呀，小六来了！谢长胜，你看，大小姐。 大小姐，小的有要事禀报。大小姐，您吩咐的事情已经准备好了。走，是。麻烦。看一看嘞。 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爹乃关中首富，这个首付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整个关中啊，啥意思啊？姑娘不喜欢有钱的，喜欢有权的呗。啥是有权的呀？无良，就是当官的呗。当官的。 兄台，啊，借不说话。你是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卖吗？卖什么？官服啊！不卖。哎，有事好商量嘛。你开个价，我不还价。 我说你听不懂人话呀！我不卖。您看见刚才那个白衣女子往哪儿走了吗？无良，嗯，那边。白山水，你去长云客栈，等一个叫玄武的官人，他会把东西给你。 敢问客官是打尖还是住店呢？途经此地，想找个地方歇一歇。哈哈，那姑娘便来对地方了。这方圆百里只有我们这一家客栈。煤球，哎，快给客官备间上房。好嘞，不必了。啊，敢问姑娘这是要去哪儿啊？ 不好意思，您稍等，我去给您沏壶好茶啊。干他妈什么呢？啊！外边来了个碾子，出去看看。哎哎，大哥。 朝廷悬赏要杀的那个玄武正赶往风鸣呢。为了不让别人抢先，我准备带上兄弟们去路上劫他，不可贸然行事。老谢，不是什么钱都可以挣的，这可是朝廷通缉的要犯，不要因为他坏了咱们的大事。老谢，那个人叫什么来着？玄武，二位一定是认错了吧？ 我就是一介百姓，既然都追到这儿了，就别藏着掖着了。哼！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一个字。大妈，刚刚这儿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无良，一个年轻人穿着当官的衣服走了。 去哪儿了？无良，那边走了。原来他就是玄武大人，怪不得刚才在街上主动跟我打招呼。原来这个妹妹果然喜欢当官的。这位姑娘，你我好有缘分啊！请坐。哎，大哥，外面来个当官的，我去探一探。快，好。 白山水，此次街头事关重大，一定要小心谨慎。这妹子脸蛋儿不错，身材一般。哎，算了，来都来了，今晚先拿下再说。我们要推翻恒王，这个人至关重要，你一定要好生尊重玄武大人。好尴尬啊，留点什么呀？要不还是等他先说吧。你跟他的街头暗号是“女子无才，为恒而来”。女子无才。 便是德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客官，女人，哎，给您换的好茶。哎呦，大人，敢问大人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呢？哎，住店。你们这儿还有几间上房啊？回大人，2间。 那就带我去上房吧，大人，请。哎，还好玄武大人有经验，这暗号险些被客栈老板听了去。大哥，那个穿官服的人，果然就是玄武，送上门来了。这碾子点还是不点？不急，我再去探探。 嚯，可以呀、啊！他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。我可以进去吗？既然他这么主动，我可得矜持点。晚点再说吧。我不对，装大了，怎么就晚上再说呢？ 再说也行啊！哎哎，玄武大人，啊，坐啊！哎，你干啥来了？哦，哎，别，坐。回大人。 大人落到我这偏僻小站，可是有公务在身。啊，对，公务。请问问大人，可还有同行？好吩咐小儿多备酒菜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一个人来的。啊，刚才那个白衣女子住哪房间啊？就住在你边上那屋。啊，我有个问题啊，你帮我分析分析。啊，我喜欢一个女孩，然后这个女孩特别冰冷。你说，我怎么才能得到她呢？ 哎，大人直接一点。干嘛呀？你讨厌你！你打谁呢？对不起，玄武大人，你这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假的？我这个玄武大人，我是不是？不敢。你还有事吗？我没事儿，我送送你啊。 哎！这！哎，我去！玄武大人，挺高级。巧啊，聊一聊吗？你过来呀！你在干什么？哪位肖大夫？我这里有上好的药酒啊！玄武大人好厉害，他竟然知道老板一直在门口监视。肖老板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哎，这药酒是我家祖传的秘方，包治百病，您试试便知道了啊。肖老板在江湖上也算是有一号的。哎，不敢。你开你的黑店，我做我的事情，彼此行个方便。哎，姑娘竟然这么爽快，但是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萧某有萧某的章法，还望姑娘入乡随俗。我的剑就是规矩。 里面那篓子是我的，还请肖老板别端错了饭碗。不会，这只是对身体有益的药酒。还真的是有难度啊！这是500两，事成之后再加500两。嗯，哦，大人，你喝茶吗？喝他妈什么茶？喝茶？没看谈正事儿呢。 你们聊，这事儿能办不能办？能办。你想怎么办？哎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，有些事情要说明白。 姑娘，可否走下来？滚！滚蛋！我。刚才是我行事过于鲁莽，没有按照姑娘的规矩办事。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姑娘一看便知。啊！大人什么意思？我，肖老板，过来！这不高兴啊？你说你整的敲锣打鼓的干啥呀？你能不能整点浪漫的弦乐？弦乐？这我你安排了没有啊？ 哎，出去！这这都哪儿来的啊？出去，这没吃的啊！哎，回到屋里，来的便是客，还不去给客官备茶？哎，啊，敢问客官是打尖还是住店啊？哼，啊，住店要上房啊！对不住，这上房已经定出去了。好说，让他滚！还谁呀？还口气这么大？ 上房是我住的，我不滚，不滚也得滚，让他们住房上。哎，房上是不可能住的，我们只能住上房。哎呦我，真的，这有些人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，还真比有钱呢。年轻人，怎么着？你是不是以为这个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是钱说算？哎呦。 这不是玄武大人吗？哟，失敬失敬，认识我？哎呀，哎呀，玄武大人名气多大呀！敢问玄武大人这是要……我这个此次前来啊，是要办点事情。那巧了，我们刚好也是来此办点事情。哎呦，那真巧啊，那真巧！相逢不如偶遇，不如我们喝两杯啊！好。 掌柜的，上酒！是是是，不必了。来人呐，上酒。上好的美酒，玄武大人一定要尝尝。哎呀，请！谢谢玄武大人。请。这银票我就先收起来了。这位是跟大人一起的。就快一起了。 来，客官啊，看来你们丐帮这几年生意不错呀。这兵荒马乱的，我们也是混口饭吃而已。啊，来，让我们祝玄武大人一切顺利。啊，来来来，别闹，就一杯，就喝一杯啊。 想必客官舟车劳顿，已经饥肠辘辘了。想吃什么？我吩咐小二准备便是。我想吃羊，而且是肥羊。实在对不住，本店无论肥羊还是瘦羊，均已卖完。卖给谁了？ 卖给谁，在我的店，还不是我说了算吗？你的女人都来了，也不是出门迎一迎。给我倒杯水，渴死我了。看什么看啊？你是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有没有良心啊你？才几天不见，装不认识我啊？不想我吗？人家。 可是特别的想你。哎，不，你，这位官人，你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是不是见过你？咱俩的事儿，一会儿再说。肖万三，回来了，咱们去休息。喂，走吧你！我轻点，走，轻点。哎呦，好。这娘们是谁呀？不知道啊。 这女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。哎，刚才我听二位兄台这个弦乐拉的是非常的不错呀，能不能赠我一曲啊？哦，这个好说。哎呦，请。嗯。 方才多有得罪，肖老板，我是来跟您谈生意的，我需要您帮我保护楼下穿官服的人，多少银两？您开个价。姑娘想保楼下那个穿官服的人，他是你什么人呢？ 他是我什么人并不重要，肖老板，您在江湖上的名号我略有耳闻，向来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不问来由。您给句痛快话，这个忙您到底是帮还是不帮？这忙我可以帮，但我也可以不帮。500两，事成之后再给500两。 钱自然是个好东西，但是我觉得姑娘的人也还不错。姑娘这手真白呀！姑娘稍安勿躁，这办法。 自然会有。姑娘口渴了吧？肖万三，这里是银票500两，你可以不帮忙，但是别挡我的路。 妹妹啊，看来我还是懂你的，你果然喜欢咸鱼。喂，楼下的官人。 上来一叙啊！好嘞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上来啊！ 哎呦，你干嘛呀？ 你天天跟着我，你干什么？你又跟来了？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你跟那肖老板什么关系？你俩是不是有事儿？没事，我收拾收拾就好了啊。雷强，哎，给客官换张新桌子，结实点的啊！啊，好嘞。你俩是不是有事儿？你吓唬我干嘛？你吓唬我干嘛？你吓唬我，你跟他也有事儿？你说这只柯镇老板长这么丑，你给我闭嘴！长生，你从小到大就知道闯祸，我成天跟在你后面擦屁股。 大婶，刚才那边发生了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自己惹了多大的麻烦？这个人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啊，二位大人是魏侯的人。石敬，不知大人有何贵干呢？那个穿官服的，我们要定了。那位大人，好，明日辰时。 魏侯会带着黑水大军杀到，你要是敢有什么小动作，我们就将你这客栈夷为平地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那怎么办啊？长生，别怕，有姐在。一会儿咱们下楼，姐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咱们务必让他们知道，这身官服不是你的，你不是玄武，你记住了吗？小的一定照办。哼。 三哥，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。走。 下来啊！下不下来不都一样吗？我玄武答应的事儿一定会办的。我刚才只不过开了个小玩笑而已。如果我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到的话，那我玄武不就是个玩笑吗？你，娘子，还没来得及告诉娘子，这玄武大人刚刚已经答应做咱们的证婚人了。这回你满意了吧？ 小事，哎呦，多谢大人。哎，各位客爷，今日原本就是我与娘子成亲之日，希望各位客爷赏光，共同喝我们一杯喜酒。也多谢玄武大人成全。哟，还真是大喜的日子，恭喜恭喜啊！娘子，还不快快随我去梳妆打扮？好啊。诸位客爷，先走一步啊！来。 来吧，娘子。多谢玄武大人。来吧，娘子。小三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这是救你。救我？你分明就是趁火打劫。有什么事儿，进来再说。谁说要嫁给你？进来。 三哥，你不会真看上那娘们了吧？吉时已到，有请新人。二位以及诸位兄弟赏光，我萧某人荣幸之至。略备浊酒以敬大家，希望诸位不要推辞。哎，萧老板，这酒啊，我们自己带了，啊，来，恭喜肖老板！啊，好，好，多谢，多谢。这春宵一刻值千金呐，肖某我就先告辞一会儿，希望各位客爷大人尽兴，尽兴啊！新人入洞房。 大人，这酒是专门准备的，没毛病，您尝尝，啊。哎，来，娘子。大伙儿多喝点啊！肖万三。 我弟还在楼下，你拉我下来干什么？你放心，楼下这两拨人都想得到玄武，他们的武功都不一般，互相牵制，他暂时是安全的。你到底有什么计划？娘子急什么嘛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来，我们共饮一杯。萧万三，你省省吧。只要你答应救我弟。 这是洞房花烛啊！我姐就这样嫁给萧万三了，还他妈笑，都是因为你们这帮王八蛋！不对，都是因为我，是我惹的祸！妈的，这个玄武到底得罪了多少人啊？这个穿白衣服的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不行，没时间了，我得救我姐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 死就死吧！去你的！呀！臭叫花子，你们竟然敢在我面前动手！既然如此，那就来吧！你们敢！ 难道还怕你不成？谢长寿，谢长寿，你干嘛呢？他又是哪个妓院的？你怎么又……大小姐怎么来了？不知道。 你烦不？大小姐竟然跟他认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怎么天天跟着我呀？静观其变。啊？什么叫静观其变？小三，情也收了，亲也成了，跟我这兜什么圈子？娘子急什么呀？你放心，答应了你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办到的。 再说这婚都结成了，你弟弟不就是我小舅子吗？那你打算怎么救他？时候不早了，咱们歇息吧。楼下那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叫花子，他们都是魏侯的人。那刚才的情浪是？如果没猜错，那两个领头的就是江湖中传说的阴阳二仙。不过你不用担心。 我已经吩咐过兄弟们在酒中下迷药，待毒药发作的时候，我们便趁机离开。他们要是不喝酒呢？那我们就敬他们酒，只要他们闻上一闻，药效一样会发作。好，小三，那咱们现在就下去。我希望你信守承诺。 娘子，这玉佩可以送我吗？不说就当你默认了。哎呀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别叫我乳名，叫我玄武大人。都说了不带你去风鸣，你跑这儿干嘛来了？真是麻烦。谢长胜，你千里迢迢跑到这儿，就是为了这个女人？也不过如此。你这鼻子怎么了？我没事，跟我上楼。你鼻子怎么流血了？哎，你至于吗？他又没我长得好看。哼！你快走，走走走。你怎么跟到这儿来了？我。 哎，刚刚那个穿蓝衣服的人去哪儿了？无良。哎呦我去，你怎么？那你跟楼下那女的有什么关系？我跟她能有什么关系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好，长胜，你什么时候娶我？这个咱先不说，我告诉你，你听我说，现在这个地方很危险，你现在出门就走，有多远走多远。我不走，你在哪儿我在哪儿。好，那就这样。 你听我话，我就娶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什么时候？等我办完事儿，我就娶你，行吗？嗯，好。走走走走，听话啊！走走走，快快！我不许骗我！不骗你。说话算话。行行行行。走走走走走，快啊！ 哎呦，姐，来，快啊！这怎么回事？这只是我的一条密道。长生，刚刚那位姑娘是谁？啊，一个追求我的官家女孩。官家女孩？啊，那姑娘是怎么知道你在客栈的？ 你不是熊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玄武啊！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玄武到底在哪儿？真的，玄武已经死了。二位大人，咱们有4个兄弟，都被他们给迷晕了。废物！这点事情办不好，干什么吃的？谁让他们喝酒了？ 他们没喝，只是小孩过来敬酒，他们闻了一下。把这几个不争气的拖出去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是，还有，让剩下4个兄弟把客栈4周看好，一只苍蝇都不许飞出去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去吧。跟你说个事儿，怎么了？刚才黑眼圈那王八蛋过来敬酒，我好像也闻了一下，你呢？ 我也闻了一下，我好像突然有点犯困，你困吗？再坚持一下，魏侯很快就到了。你不像是要下玄武岭上的人，你到底什么人？为什么对玄武这么感兴趣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位应该是云水宫白山水。不管你们是谁，赶紧把名单交给我，不然我杀了他。啊，我懂了。 一直都是我自作多情啊，所以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。哦，对了，我还一直想问你，你为什么一直问我女子无才啊？女子无才，为何而来？白姑娘，看来你我都在名单之上。在下关中谢柔，这是我的弟弟谢长胜。那么玄武的这身官服，怎么穿在你身上？白姑娘。 他真的是为情而来。当下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你们当务之急是安全的离开这里。白姑娘虽然是7境修为，但楼下的阴阳二贤修为至少在6境以上，而且他们手中的二胡不容小觑。我们必须小心行事。我在赶来的路上发现有很多黑水军埋伏在客栈周围。长胜，你不是说要娶我吗？ 我写了个认娶书，你在上面按个手印儿。这是回去再说，回去再说。哎，你催我！白姑娘，你要的名单在这里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之前我们误会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，离开此地。楼下两位来者不善，而且一直在盯着我们。辰时已到，客栈已经不安全了，咱们必须马上离开。但是现在客栈附近都有埋伏，单凭我们几个也拖不出去啊。办法我暂时有的。哎呀，你快说吧，这都啥时候了？ 这是这阴阳二弦的秦浪。哎，我有个办法。哎，你闭嘴！哎，我有个办法。闭嘴！夏三，你这房间和房间之间都是相连的，难道就没有密道通到外面吗？啊，这密道……哎呀！强少，你又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肚子疼，我要去茅房。回来，外面太危险了，别去了。 那我也不能拉裤兜子里啊！哎，我陪你去。哎，你给我带上。哎呦呦，还勒劲儿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这密道自然是有，只是密道外头情况不明，我已经让小二去打探了。搞定了，哎呀，拉完就坐下。哎，我把二胡搞定了，开什么玩笑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他俩睡得老死了，我就把二胡弦给剪了。哎，他们都睡着了，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走啊？既然这琴弦已被剪了，事不宜迟。 走，等一下，我们分头走。白姑娘，明南拜托你了。嘿，是谁动了我的琴弦？哎呀，这厕所在哪儿来着？在那儿啊，那儿啊，行。如果让我抓到，我非亲手杀了他不可。 我们还有备用琴弦吗？都在弟兄们身上。带我去，你在这里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走。个给你，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拿着衣带照先走，记住了吗？姐，白姑娘，我们出不去了，后面被包围了。别管了，跟我走。 你也别想走！快走！哎，快走！我来对付他们。你们给我听着，我弟子。 我跟你拼啦！三哥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兄弟们已经去风鸣等我们了。哎，真是太悬了，还好咱们跑得快。是啊。 哎，在客栈这么多年，说走就走，还真有点不适应。哎，是啊。哎呦，有个东西忘了。哎，三哥，你啥意思啊？你不会是要去救那个娘们吧？我真忘东西了。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行了吗？吓死我了！咱们呀，要杀的是恒王，怎么能因为个娘们儿耽误咱们的大事？对不住了，哥哥去去就回。 三哥。 三哥，三哥，你回来！三哥，哎，你干嘛？你不会武功去了也是送死！你待着。姐，你没事吧？姐，姐。 三哥，爹，爹你怎么来了？这些黑水军是你派来的吗？他们犯什么错了？穿蓝衣服的是我未来的相公，他是个好人。 子怡，别胡闹！你放过他们吧！衣带诏在谁手里？交出来！我可以免你们不死。想要衣带诏，除非你杀了我谢柔。哦，原来是关中谢家的大小姐。你能别废话了吗？有什么事冲我来！长生，旁边那位应该就是你那不学无术的弟弟吧？我跟你们父亲相识的时候。 你们还穿开裆裤呢！关中谢家世代受朝廷恩典，没想到你们二位干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。衣带诏在我这儿，有种来拿啊！看在我和你们父辈多年交情的份上，今天暂且饶你们不死。你们犯下的罪行，朝廷自有律例定你们的罪。哼！你给我站住！爹，你放过他们吧。啊！子怡，你说过要娶我的，记得吗？ 子怡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 想死我成全你！你说的是你吧？你是什么人？ 你没必要知道，前面便是去往风鸣的路，各位也要一起去风鸣吗？不了，我跟弟弟要回家。走之前问你个事儿啊，你们到底什么人啊？在下猎剑炉第7个徒弟，赵展。萧万三是我二哥，他是猎剑炉的第5个徒弟。哼，萧万三是你二哥，然后他还是第5个徒弟，怎么了？ 不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赵展先走一步，诸位保重。嗯。这还能再见吗？有缘再见吧。 谢先生，以后还拈花惹草吗？谢长寿，姑娘，你去哪儿啊？等等我，我爹是关中。谢长寿，你给我站住！姑娘。 谢长寿。